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名人站，我是做 N。咁今日为大家推介咧，亦都系 LV 系列嘅其中一款中性系列嘅包包款啦。咁呢个包包款咧，其实咧亦都系由一个咧行李袋而演变而成嘅四 size 嘅一个四袋嚟嘅。咁呢一个款咧，佢嘅特别之处咧，就系用咗两拼嘅颜色去设计嘅。咁咧，佢呢、这个黑色的底啦，灰色的老花啦，咁旁边呢个位置咧，佢就系用咗灰色的底啦，黑色的老花去设计嘅，所以令到呢个包包咧既时尚啦，又制造到唔同的效果出嚟嘅。咁呢一个系列咧，佢环节咧多咗两个手腕尾啦，手腕尾亦都系用一个牛皮连贯而成嘅呢个位置。都是非常之實用的一個包包款嚟嘅，咁佢既可以做一個手腕袋啦，手拎袋啊，手腕就會增啲啦，因為空間位置比較細啲嘅。咁樣咧，後面係肩帶嘅。咁我哋睇睇裡面啦。咁裡面咧，其實咧佢都係用咗一個帆布做一個襯嚟嘅。咁裡面咧，佢有一個貼位啦，係啦。咁呢個設計咧係非常之實用嘅。咁咧，同埋咧，佢條肩帶咧，大家都睇翻啦，佢係一個咧印有 LV 字樣嘅肩帶啦，可以調節長短嘅。最特色之處咧，佢就喺呢個位置埋一個圈圈尾咧，就係其實俾你可以掛鎖匙包啊、掛飾啊、嗰啲物品嘅，係啦。咁樣咧，同一個老花系列咧，我哋都可以建議你可以用翻啦，老花嘅長銀包啦、短銀包都可以用得著嘅。大家看看，非常可以做夠裝嘢嘅容量都是很大的。咁而家同大家做一個示範啦，係啦係啦，最特別之處埋一個地方，就是佢用了比較大少少 local 嘅老花依個咧行李牌去做一個掛飾啦，都非常特別嘅，襯托不同的顏色出嚟。咁而家同大家做一個上身示範，睇睇嘅效果啊！嗱，我哋可以做一個手拎包，既時尚又夠特別。呢個包款又實用嘅。咁咧，而家同大家做一個肩帶，肩帶咧係任意調節長短嘅。咁你覺得可以想單肩嘅時候，就可以將條肩帶調短啲啦。又可以斜咧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包款都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親臨嚟到我哋尖沙咀喺旁道名人站，亦都可以加我 contact 噶 WhatsApp 或者 WeChat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